其實我覺得呢個 camp 係好好玩嘅，第一真係好好玩。咁同學仔學到嘅嘢都好多，佢哋除咗係諗個 idea 之外，其實佢哋要喺好短時間裏面 implement 到佢哋嘅 solution。是激發了他們的小宇宙即是由他們完全對劏房不認識，然後在短短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去做 research 去理解那件事，然後再去想一個他們覺得的 solution。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個過程，最後其實那個 product 成功與否，或者 是不是真的帶到內劏房都好，我覺得其實他們中間的過程由他們完全不識去到真的有件物件出到嚟，呢一個係睇到當中佢哋好大嘅進步，同埋我覺得咁樣韞住佢哋三日咧，那個collaboration 同埋 teamwork 係好體現到嘅，係啦。